欢喜过大年，快乐迎新春，新老碰撞，强强联手，一捧一逗，笑声不断，乐翻天。舞台上的熟悉面孔，演绎千家万户的精彩故事。这里有说不完的桥段，也有数不尽的欢乐，一一精彩呈现。欢迎收看2021年春节系列节目《过大年》。主持人通常多才多艺，不仅有着扎实的主持功底，还有幽默风趣的一面。主持人撒贝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他在国家宝藏的舞台上跨界表演古装戏，守护来自家乡的国宝《云梦睡虎地秦简》。颇为激动的撒贝宁变身秦朝基层法官喜，为大家上演了一出秦朝版的今日说法，用独特的方式科普了一次秦朝法律，场面欢乐有趣。齐大人好。哎，两位来了，今天我们考什么呀？这一年到头的天天考你们，本官也疲乏，你们也累。今天我们换个花样玩玩啊，咱们来玩个抢答怎么样？抢答？抢答题，谁答得快，答得对，没有奖励。谁要是答错，罚抄竹简20枚。我的天哪！抢答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玩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听我的题目，然后迅速作答。请听第一题：官员出差到什么地方领自己的口粮啊？去哪儿出差去哪儿领？好，答错啊，抄20枚。何错之有啊？情侣怎么规定的呀？啊，当官能这么随便吗？情侣规定，当官的出差必须自备口粮，不可多拿属下县乡的一菜一汤。请听第二题。如果官员调任，能否带着属下一同前往啊？可以。太好了，再抄20枚。错。这也不可。当然不可。你们可曾想想为什么这么规定？为什么？就是为了防止结党营私、贪污腐败。哎呀，你们刚才各答错一题，罚抄20枚。本官念在你们平时也算兢兢业业，给你们一个翻盘的机会，如何？再来一轮，我们来玩情景再现，如何？情景再现？怒！啊，你来答题啊！你观看以下情景，然后找出当中违法的地方。嗯，乐，哎，跟本官搭个戏。当年本官之所以能够通过官吏考核，跟我英俊的相貌也是有一定关系的。夫君，嗯，娘子，来，哎，借一步说话。哎，哎，咋的呀？你老毛病又犯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刚才村口过个小媳妇儿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那个口水流的呀，把俺们家的地板都洗干净了呀！不敢不敢。你还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你呀你啊！哎呀，你干啥呀你？啊！大人，家庭暴力你看见了吗？大人，请看，请看我的耳朵被我的夫君揪裂了。大人，将我的夫君抓起来，判死刑。这个夫妻间的事儿我管不了。楚麻，你再说一遍，夫妻间的事儿我管不了。你当真不管？不管。好，你不管，我管。啊？拿上啊！罚抄。这确实归我们管。那你刚才摇啥头呢？我说不该判死刑，应该剃光他的胡须和鬓角。对嘛，你掌握法律非常不准确。但是本官今天心情大好，而且我又是个仁义之人，再给你一个翻盘的机会。再来一题。嗯，接下来继续观看情景。嗯，请注意，
你可是乐？正是在下。可乐，可乐，找你好久了，吃老夫一剑。斩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救命啊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哎，停停停停停，两个错误。第一，大街上斗殴有罪；第二呢，且大人砍掉了乐的发髻，应该罚你去修长城。是谁让你喊停的？啊，答对了。啊，哎耶！刑法掌握非常准确，终于翻身了。再拿五十枚。不是啊，为什么呀？刚才你在现场吗？在。哎，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他呼救啊？听见了。听见了，百步之内见死不救，重罚。不是，哎呀，不，哎呀，喜大人，你这坑挖的也太深了。再说了，这法律是死的，可人是活的吧？像您这样，把几千条法律条文全都背下来，能有什么用啊？能富国强兵吗？咱们大秦能统一天下吗？两位腐朽，但是这些律令背后的精神，一定会延绵后世千年。电视节目主持人方琼以清新大方、活泼亲切的主持风格，成为家喻户晓、人人喜爱的方琼姐姐。在小品《装修新传》中，方琼化身方大锤，跟着周培岩去到潘长江家里砸墙，一锤砸出一位歌唱家，别出心裁的搞笑方式笑翻了全场。这个，就这、是那个吗？这个，把这个打通。这个小刀给我，哎，你看着点人呢。哎呀，那个，你再把我钉墙上。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换个地方。这怎么强砸的？我还有点想妈了呢。你们认不认识我？我叫耿维华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放下那大锤子，我看着害怕。你们量的那个装修图，是不是有偏差？这墙的那边是我和我妈，把沙发都砸坏了，啊，我妈都吓晕了。你们俩今天不给说法，咱就着急查。什么好？砸错了，谁砸的？谁砸的我家墙？我砸的。你们说怎么办吧？墙给您砌上，沙发钱我们头出。那我妈还晕着呢。哎呦，算了，他们也不是故意的，砌上就得了。哼，要不是有人为你们说情，饶不了你们。哎，刚才说话的那是谁呀？啊，这个人就是娘，这个人就是妈，这个人……哎呀，这个歌唱家就是不一样啊，唱着歌就把事儿说明白了。唱得真好。方大锤，怎么回事？砸错了。这不都怪你吗？是你让我砸的吧？你把那图纸让我看看。你看看嘛，我这明明要砸的是这堵墙啊！这个，就是那个，起开！这儿肯定没错。
定。我估计是又错了。拿起炒菜勺，正准备做个菜，觉得隔壁装修声音有点怪，那动静还挺大，我屋子晃起来。那墙给您砌上，砸坏的东西我们头赔钱给您。嗯，给，对不起。这还差不多，真是的，这大过节的招谁惹谁了。我让你上这儿抡大锤是给我致富来了，你这两锤子下去他们都富了。好，就剩这两堵墙了。嗯，肯定是这个没错。你最好找准一点。二选一吗？嗯，就是这个。等一下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怕你万一再砸出个艺术家来，我没有准备。净整的没用的。女壮士，莫非您就是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的恒月老师？你别给我再整那些没用的，你们砸墙把人砸伤了没看见吗？这我们赔，我们赔您钱，赔您医药费。这啥都别说了，砌墙他赔钱。态度还不错，主要是被您震撼到了。我现在回去等着，我看你们俩能不能把这处理明白了。如果处理不明白，我大嘴巴子把你脸抽飞。我信您有这样的实力。方大锤，你一锤子给我砸出个艺术家来，一锤子砸出个艺术家来，你不是砸墙来了，你上这儿点歌来了。头，这几个可都是大腕，你要是花钱请人家唱歌，就你花那点钱，你占大便宜了。你活得很乐观呢。来啊，就剩最后一堵墙了，你来帮我猜一猜下一位出场嘉宾是谁。不能够，三堵墙都砸错了，这堵谁都出不来了。来，搞定。来，我把地砖呀给那三家砌上去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
干嘛呢？我家刚收拾完，我正扫灰呢，好嘛，一个大锤抡过来了，幸亏我躲得及哈，要不然我这个像可就破了相了。你们说怎么办吧？嗯，我赔您钱。我现在就把墙给您砌上。等会儿，我先过去。中国文艺的主持人孟胜男，凭借知性、优雅、大气、沉稳的主持风格，逐渐走进观众的视野，并获得了业内外人士的肯定。多年的主持生涯让他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，跨界表演起小品也是游刃有余，夸张搞笑的表演着实让观众们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胜男在一块儿经常工作，他老欺负我，哎呀，这都追到家里边来了。哎，我说啊，你长得像胜男也就罢了，你脾气可不能像他，否则我这不是花钱买罪受吗？春节快乐，猴年吉祥，能为您效劳，我三生有幸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小嘴还挺甜的，这钱没白花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缺心眼子，缺心眼儿，这叫什么名字？我给你改改，我给你改改。你像圣诞，就叫圣诞吧，这名字多洋气。我说圣诞啊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老公，你呢就是我老婆。来，让老公亲一下。哎。这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？所有机器人在没有选择模式之前自动设定为柔道七段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们就选择一下。你这儿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？有事业型、家庭型、热情型、温柔贤淑型。嘿，好，我就喜欢这个温柔型。哎呀，把烟给我点上。是。轻点儿，那是咱自己的腿。兄弟，舒服，舒服，这条腿。圣诞呀，圣诞，你也有今天，这条腿。要的就是这种感觉，犯谁怒怒八戒王，八戒王八脏黑。哎呀，舒坦舒坦，这钱真没白花。啊，好好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嗯，我去给您做饭吧。啊，好吧，好好好。我去给您洗衣服吧。哎，别这么客气，我们中国男人受不了这个。我给您按摩吧。哎，我自己来。您别不自在，您慢慢就适应了。哎，别，我们中国男人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我给您挠痒痒吧。好，成差不多就行了。哎，要不我给你找点东西吧。哎，不用不用。哎呦，停！你说这两口子在家里这么客气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我说啊，你还是给我干点具体的，把我这屋给我收拾一下。请选择清洁型。哦，清洁型。清洁型。啊！这哪是人住的屋子啊？这简直就是猪窝！这不挺好的吗？这怎么能有猪窝呢？啊！看看你的手，脏死了，要洗手的。还行啊，这手，哎呀。我最讨厌就是洗手了。不行，一定要洗手的。哎呀，你想想，
我是那生产线上几百个人，你安一把我传一下做出来的，得有多少细菌呀？安我脑袋的佐藤正在得流感，安我脖子的山田正在得肝炎，安我胳膊的松井正在拉痢疾，安我腿的渡边正在得伤寒。好好洗洗吧。你刚才说那几位好像都挺耳熟的，鸠山在你们那儿吗？啊，他病得不重，艾滋病。好好好，我好好的洗，我洗我洗。哎，你怎么老让我洗？你不是自己不去消消毒呢？我洗我容易呀、啊！来来来，我给你说说啊。你呀、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、啊、烧一大锅开水，啊、把我呀都夸夸夸卸下来，放在那开水里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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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一宿。第二天啊，再把我拿出来，按照说明书上夸夸夸夸夸一安，不就干净了吗？我睡觉，嗯、锅里炖着你。嗯、我睡不着，我睡不着。啊，你要是觉得孤单，可以把我的脑袋留下来不洗，放在枕头边上，我陪你睡觉，给你讲故事。我特别会讲鬼故事，什么一只绣花鞋呀，绿色尸体呀，蓝色骷髅啊，我讲的特别好。哎呦，再这么说下去，这屋我都不敢待了。哎，你就没有那种让我感觉舒心的类型吗？请选择善解人意型。早说呀，我就怕被人不理解。善解人意型。啊，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同事叫盛楠呢？对呀、啊。对啊，你们关系怎么样？我们俩关系特别特别好。是关系特别好吗？好，好的不得了。其实你特别恨他，因为他把收视率好的《中国文艺》自己拿去主持了，害得你只能一本正经的播《中国新闻》，《中国新闻》全球播报。同志，坐。你全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俩一块主持节目，他如果要是主持砸了，我就会跟他讲，没事儿，挺好的，没人看得出来。其实你想说，让你嘚瑟，主持砸了吧，该。对呀，哎，他如果主持的好的话呢，我其实想说，这帮观众没文化，不该鼓掌的地方瞎鼓掌。是啊，我想说的他都知道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是善解人意型啊。这事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啊！这要说出去的话，我真没脸见人了。哎呦，我非打自己一百个大嘴巴不可！打自己嘴巴？对呀、啊，我非打自己一百个大嘴巴不可！一百个！哎呀，嘴巴！哎呀，一百个！停！大嘴巴！停！你们人类真虚伪啊！你说想打大嘴巴，我就打你大嘴巴。现在你又埋怨我，呸！我跟你说。我们人类有这样有那样的毛病，但是我们至少还有感情，还知道疼痛。哪像你们机器人，说翻脸就翻脸，冰冷残酷。什么机器人？是不是新年礼物？不要了，退货。你这怎么了？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遥控器摔坏了，机器人进入混乱模式状态。怎么才能操作好？我们来跳舞吧。跳舞。在更多不同舞台上展示不一样的自己，是孟盛楠非常乐于尝试的一项挑战。无论是表演小品还是演唱歌曲，都力求突破以往不同的形象。他与魏金栋合唱的歌曲《女》
我死了。